经烧到那个经络定制棉布店来了，还有棉布磨配成起火了，金三角，你看这下惨了。这下真的很惨。湖南湘潭摩托车大市场突发爆炸火灾。4月5日早上9点左右，湖南湘潭市月塘区长珠潭大市场突发大火，火势凶猛，伴随着爆炸声音，火势燃烧到红海家具，滚滚浓烟遮天蔽日，数十辆消防车到场，但对这么大的火灾似乎无能为力，恐损失惨重。目前人员伤亡情况不详。你要把个冰箱都挂在树上来，你把那个鸡都炸在里面，冰箱都挂在树上来，当然让我让我让我给炸炸子都不能自己的干，俺接着活就行。4月3日，台湾发生了25年以来最强地震。地震发生时，台湾人的反应感动诸多网友。地震让台湾人再次展示了他们的重情重义和高度责任感。地震中，一个医院产科的护士们冲向婴儿房，用手拉住婴儿车，并用身体护着婴儿。一位网友感叹：“一遇灾祸就看出和对岸实在不一样。”一位调侃说：“按照中国的习俗，是不是让领导先走？”
一段连接双北的中正桥剧烈摇晃的影片在 X 上热传，国外网友惊呼桥质量太高，台湾人好镇定。一名网友在 X 上分享一段中正桥猛晃的视频，只见画面中桥身在摇晃，分隔岛上的杆子也左右摇摆，有两名骑士为了不被晃倒，双脚紧紧踩在路上抵住机车，也有数名骑士似乎不受强震影响直接骑走。这个的确意思上就是几个一些意思没错，但是不符合这一期的做法。这里讲你根据汉语意思和句子的意思，我操！刚才地震了，全部都出来了。问题是这一座楼的一楼安全出口全部锁起来了，操他妈！害得我们从地下二层爬上来的，这么多人，这要出了问题就不得了哦。太吓人了，八点左右的地震你感受到了吗？杭州真的非常的明显，我住的整个楼都在晃，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但是两秒钟之后我就确定是地震，因为整个床都在前后的摇晃。我家呢是住在13楼，真的当下我在想自己是坐电梯。我去，我去，我靠，完蛋了，你们要发觉吗？今天哪里应该有大地震，都跑了，学生也都下来了，全跑了。今天早上宁波地震这么一震啊，又把很多高楼层房子的房价给震跌了啊，接下去很多二三十层的房子可能就不好卖了。说实话，今天早上我其实是没感觉的，因为我住的楼层不高，然后我大早上还慢悠悠的下楼去买包子呢，结果在一楼大堂碰到一大堆穿着睡衣的邻居，他们跟我说他们都是感觉到很强烈的震感然后跑下来的。这么一搞啊，我感觉我住在低楼层的房子还挺好的，对吧？哪怕地震了，我跑跑也比人家快。你说真住个二三十层，地震了，你楼梯一楼一楼跑下来，真的腿都跑断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碰到火灾了也一样，对吧？真的是跑断腿了。也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宁波人特别喜欢买那种低密度的房子啊，六层洋房、四层洋房，还有买那种别墅、买这种别墅，对吧？住着低密度，跑跑也比人家快。4月4日，广东肇庆南岸街道一烧烤店发生煤气爆炸，视频显示现场满目疮痍，门窗炸飞，伤亡情况不明。民众称由于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，停在店铺门前两辆小车损毁，周围的玻璃全部被震碎，车门被砸出大洞，是被硬物击穿的。你莫说那些你的话，全国那边你们看到起，我们万州市小片战友到叙宁来要钱，现在把他和他老表两个都铐起的，包括他们叙宁的这个可能是乡镇吧，是哪哈派出所的，
希望这个重庆所有老兵，四川所有老兵，大家关注到起。我是万州参战老兵，我代表我过来了，我们刚龙摩托车是这样的，咱们的宝石命不是出来了吗？看这颜值，真的太喜欢了，马上下定预约试驾。开车刚出大门不远，车辆出现咔咔咔的声音。隔壁的是我们的吗？这个、是吧？不是，是我们的吗？好像是。是啊。是啊是啊，爆胎了是吧？不会吧？停！我没有暴力哦。没有。不是。吓死！我就感觉刚才一直感觉是什么声音呢？然后我们出现路况了，什么声音？滴水来，滴水了。漏水了，对，漏水了，水箱漏了吧？啊？是啥情况啊？我给忘了，在这里。哎，是漏水了吗？水箱叫拖车，拖车。这都能让我们碰上？是啊，运气太好了。然后这边也漏啊，有呱呱呱的声音。这为什么会漏水啊？我去，全漏了！这是什么水管裂了吗？哪是哪爆了？但是全部在漏，你看，四个地方都在漏。六个地方。这我就有点怕了。按照玄学来说，我是不是不适合这车呀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